哥哥，快加油！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一朵愿望花，每一瓣都能实现一个愿望哦。妈妈，我好像被骗了。你没被骗？真的吗？不信你摘一片试试。好，我想要一个棒棒糖。你闭上眼睛数十个数，愿望就能实现了。好，一二三四。有个什么愿望好呢？我要好多好多玩具和全家桶。啥？哇！我还要。你干嘛？嘿嘿，我想小娃姨给我生个弟弟。嘿嘿嘿。我想要小五阿姨给我生的弟弟。我是小五，因为前三个月我竟然怀孕了。这一切都是那个乞丐送的花导致的。嗯，找到他。好。偷袭！来，骗！偷袭不讲武德。小废话，我这肚子你得负责。许愿许的。对，好吧。但是啊，现在肚子啊，妈咪，我回来了。不好，要生了。不行，上次佳佳考试都拿了第一名，你呢？丢不丢人啊？快写，待会儿我检查，错一题，再做一题。思荣，玩得开心吗？开心呀、啊！妈妈从不让我玩手机。没事，小五阿姨让你玩。嗯。跟我回家，作业都没写完。蓉蓉，怎么了？她作业都没写完，你还让她玩手机？劳逸结合嘛。不许玩！蓉蓉也是为你好，确实有点偏激了。不，我考了几次第一，他还给我报几个补习班，我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梧桐，我能跟你换妈妈吗？我跟你换，我的妈妈更好。思荣，要急。什么？什么情况啊？啊，爸比，妈咪，肯定出去玩了。玩一下机器人，看我们出来不舒服。妈咪，我肚子饿了。哇，妈咪不在。傻女儿，泡面要倒热水啊！啊，我牙刷呢？牙刷又乱丢。妈咪，思荣，吃饭了，思荣。吃多了会蛀牙的。思荣，今天想去哪玩？妈咪，你去哪里了？妈咪，你回来了。不好！再来，我就不信玩不过你。那我得加大赌注，输的人挠脚心十分钟。十分钟可不够，家人们，你们说几分钟好呢？下过雨的夏天傍晚，你好好玩。家人们，你们说多久？一分钟。要我说呀，就一天。盲盒大挑战，你们是选 A 还是选 B？ 我选 B， 真不多钱。我选 B 的是傻子。那好吧，我选 A。哇，
哇，这个得值多少钱啊？那你得问问评论去了。一块钱就能拿到苹果手机，那我这里面岂不是更值钱？哇哦，不错呀！谭小心，笑死我了！你要是害怕的话，用这个咬咬牙就过去了，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个风带 you fly。认错没用，我再也不敢了。不美丽了。你不光头，不可能。我先去洗澡，你不许偷看。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偷看的。说准了啊。我他又放下来。杯子已经不错了。杯架。那你。衣架也可以装很多呀。怎么装？我装好了。那你你不必你好像放一块小小肩膀大大书包小呀小学堂今天随便买妈妈真的好我想买这个。下过雨的夏天吧。不买了，不买了，不买了。不是，你们随便买。这些东西不好吃，对，买下去。哼，就知道拿我做示范。兄弟，我们买点肉啊。买什么肉啊？这蔬菜不好吗？我买了西兰花，我买了猪，我选了两个西红柿。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不错，走，我们回家。